你们真的特别努力，因为那么早就过来看，我们谢谢你们，非常谢谢你们，感谢你们。我们香港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，所以我们很感谢你们，给你鼓掌，大家吗？ 我们这个文化叫硬核，你听过了吗？在这个文化里面有一个很牛逼的东西，工作叫 two step。如果你们这个 two step，先打开位置，two step，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很简单的东西，很简单。这首歌世界重要。
오케이. 这个月在呢，我们非常喜欢Twitter，我们祝福一个人。然后这个片里面会见到 SMCB 的 T恤，见到武汉Twist的 T恤，下一首歌，就是来自武汉乐队的歌，这首歌叫《Scream Four》，Are you ready for this？
yeah! I am! Yeah! 我们在这个教室里一月挣满了钱，有CD T恤、内裤子，卖内裤，真的，一百，很牛逼的内裤。All right，最后一首，我们是来这个中国银河的乐队，非常非常复杂的东西，Are you ready？